请看《世界成就篇》第六段：刹清净，寄诵第四首。化身无量具定界，能解如来等无异，人海方便宜修智。故能严禁无边刹。这首偈在前面呢，跟诸位啊已经做了报告，意思很深很广啊，我们学习的地方呢很多。可以呀，多说说。解是不容易，尤其是正解。我们凡夫自以为正确，实际上呢是错误。为什么？凡夫的情执没有断呐，你的思想见解是从80、50亿心所里头流出来的。跟佛菩萨相比，那怎么能比呢？由此可知，转80乘四智啊，他的见解才是正确啊，正知正见呐。我们初学，如果不能接受这个说法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佛了。为什么呢？对于佛菩萨所讲的，通通不能接受。那我们研究经教呢，一定是随顺自己的理解，来学经教，决定不是如来的意思。而是我自己的意思。那么这种解经难免不错啊！古时候诸位曾经听说过，百丈禅师的公案，错下一个字转语，多500世也无人。为什么呢？误导了，你误导众生了。你要负因果责任呐！我们没有开悟的人，我们讲经怎么讲法呢？这从前李炳南老居士教给我们的，实在讲，没有开悟。根本就不够资格讲经，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，这个世界没有人讲经，那我们只有出来滥竽充数一定要知道我们如何讲才不被因果呢？讲古人的注解。没有开悟，决定遵守注解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讲台上，翻译古人的注解，古人注解是文言文写的，我们把文言文呢，用现代白话文说出来。
老师教我们这个方法了，决定不能发挥。啊，发挥是什么？夹杂着自己的意思在里头，很难不出毛病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国文程度很差，古人的注解我们看不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选近代这些大德的注解，以前李老师介绍给我们的，叫我们。读哪些人的注解呢？总而言之，这些人呢，他是不是真正开悟了？这个很难讲。至少啊，他有修有学。哦，这个就很难得了。他不会乱说。让我们看参考地贤老法师的，老师替我们选择的，元婴法师的，信慈法师的，慈州法师的，宝镜法师的。谭旭法师的，这个是李老师给我们介绍几位近代的一些大德，是不是开悟？老师不敢说，但是这些人真的是好法师，优秀优秀，有道德，有学问。我们参考他们的注解，讲他们的注解，他们注解也是文言文写的，很浅的文言文了。不像古大德了，古大德的文字写的深。个人没有悟处啊。就不能发挥呀，要谨守着这规矩。那讲错了，是他注错了，责任他负。我只要讲的这个注字没有讲错，责任他负啊。如果我们自己发挥，责任要自己负。教义。要讲透彻，要讲得明白，让人不至于错解意思，难呐，太难太难了。愿解如来真实意，谈何容易啊！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，我们的上一辈。讲经说法，听众当中，错解意思的人很多。听我讲经，错解我的意思的人也不少啊。你就晓得这桩事情不容易呀。我们在哪里用功呢？再放下，一定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要放下自己的业障，你才能有一点点智慧呀。哦，那一点智慧会起作用啊。我常常劝导同学的，都是真话了。
一定要放下自私自利，要放下名闻利呀，啊，要放下五欲六尘，要放下贪嗔痴慢，啊，这16个字，啊，是造成我们永远不能开悟的因素，永远不能够其如这个经论境界的原因。我们很想成就，这个就是被这个东西障碍住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誓愿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不但讲是法，连佛法也佛如是啊，真能放得下了，啊，一丝毫挂碍都没有啊。经上讲的，你得到真正的解脱，解脱后面就有解脱之见，解脱之见是智慧啊。然后，不但是佛经，任何书本，啊，乃至于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都能叫你开悟。啊，《华严经》，我也不止讲过这么一次两次。我讲过很多很多次，啊，真正的华严在哪里呢？六尘都是华严经，那不悟就没有办法啦。啊，你为什么不悟呢？烦恼习气放不下，自私自利放不下，所以你不开悟。不是别人障碍你，是你自己障碍你自己。啊，你要真能放得下，随时可以放下，随处可以放下。啊，放下心里痕迹都不着，你必定有悟处啊！啊，你展开经典，字字句句无量意呀。不单是经典，字字句句无量意。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哪一法里头，随便念一法都是无量意。啊，经典里面常讲的一微尘呐。啊，禅宗里面讲啊，一片树叶。一个花瓣呐，我们看到就很玄了，那是实实在在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很幸运，头一天遇到老师，张家大师，第一天见面。他老人家就教我看破放下，不容易啊！啊，这叫真善知识，告诉你真的东西。啊，如果你真听懂了，你能依教奉行。啊，我们不敢讲大彻大悟，小悟啊，那是肯定有的啊。常常有悟处啊，啊，这是我们讲小悟啊，累积小悟啊，就变成大悟，一定道理啊。所以，凡夫修行不能成就，
都是悲。五欲害了啊！啊，财色名食睡，被这个东西害了。只要心里头有这个念头在，你就没法子误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是你自己的烦恼习气在主宰。学习经教还是这个在做主。啊，这就是我常常讲的轮回心啊，用轮回心来学大乘，学华严，华严也是轮回心。你出不了轮回啊！啊，你没有办法放下自私自利，没有办法舍己为人。啊，这个一般宗教里面讲的牺牲奉献，你做不到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里头说的是决定界难，啊，第二句能解如来等无异，那就是这个开经偈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跟这就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是什么人呢？初地菩萨了。后面这个两句，啊，人海方便以修之。啊，人海就是忍辱波罗蜜。方便波罗蜜，这十波罗蜜里头，啊，忍是摆在第三，这个大家晓得。不时持戒忍辱，啊，方便在十波罗蜜里面，它摆在第七位，般若后面方便，方便后面有愿力。那么说到人是在讲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菩萨六度十波罗蜜，他已经修得相当有成就了。啊，修是修行，智是对智。我们有病呢，治是这病治好了，啊，那十波罗蜜里头，他为什么不说别的，单单说忍辱呢？这一条重要。你看《金刚经》上佛讲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事出世间一切法。成就都是忍呐，没有忍不能成就啊！啊，我们在这一部《金刚经》上，诸位细细去看，讲佛讲的最多的。布施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，啊，佛特别偏重这两条，
布施是修福啊！啊，佛法说到最后，啊，讲到总纲领，就是佛慧双修。人是慧的前方便，啊，是定慧的基础。人没有耐心，不能忍辱，诸位想想，他哪里会有禅定？他心定不下来，心定不下来，他怎么会开智慧呢？啊，所以，慧的枢纽是定，啊，定的枢纽是忍辱。因此，世尊教导我们特别着重布施忍辱啊。啊，方便是戒重啊。戒引众生，啊，教化众生。经上讲的方便，也就是讲的我们常常读到的善巧方便，啊，用现代的名词来解释，艺术，啊，那善巧方便是高度的艺术啊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啊，你做得非常圆满，啊，这个就是高度艺术的境界。啊，从化他，显示自己。高度艺术的生活啊，别人处理这些，特别是人事问题啊，人事是不是摆不平呢？做不圆满呢？你能够把它摆平，你能够把它做得圆满，而让大众啊对你心服口服。这高度艺术啊！啊，那么这个艺术的根是什么呢？根是没有私心啊，一切为众生的，一切为正法了。啊，修行正果成佛。前面不是说了吗？哪一个法门都能成就啊！啊，不是一个法门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讲经说法，弘法的人能成就，护法的人能不能成就呢？给诸位说，许许多多护法的人成就啊，超过弘法的人。现前就有例子啊。我们听谭旭老法师的开示，他老人家讲。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往生，啊，他讲的这个东西，《影城回忆录》里头有，《念佛论》里头有，啊，他都提到啊，
啊，谭老是地贤老和尚的学生，地老的传人呐。啊，他不是跟地老出家的，啊，是跟地老学佛法的，啊，是地老的法子，传法的弟子。啊，他学了经教之后，啊，地贤老法师跟他讲，啊，他是东北人，东北那边没有人讲经，就劝他，啊，你的法缘在你的故乡，啊，回去讲经说法，度众生，啊，所以东北。有十几个道场，都是他建的。啊，哈尔滨的极乐寺也是他老人家建的。啊，长春的般若寺，啊，极乐寺建成之后，啊，他是开山的主持啊，啊，方丈和尚。为了扩大弘法的影响，啊，他在那里办了一次传戒，请他的老师地贤老和尚啊做德界和尚，开戒是佛门第一大事。最殊胜的法会呀！当然需要义工很多，啊，工作量增加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来了一个出家人，修无私。啊，他不认识字，他是个修苦行的，啊，所以修苦行。在常住里面做一些劳力的工作，老和尚看这个人很忠厚，啊，很好，啊，就问他，这个戒坛里面工作很多。啊，你愿意担任什么工作，而你能够胜任的？啊，他说他愿意在这个传戒期间当中照顾病患。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门工作。啊，那个时候。一般传戒的戒期53天呢，常住年筹备，到这个清理，就是2个月，啊，他就住下来了，啊，那么住了没多久。啊，在筹备期间，他参加，还没有开堂，他就向谭老告假，啊，他要走了。谭老有修养啊，没说话。当家是定西法师，啊，定西法师就沉不住气了，责备他，发心来帮忙，啊，这个戒坛，
戒坛只有2个月的时间，啊，你怎么没有恒心？来了才几天就要走，未免太没有恒心了。修无思想，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两位老法师一听着，这个是大师，这不是普通师。就马上问他，什么时候走？他说不出10天。啊，请老法师慈悲。给他准备200斤劈柴，干什么呢？往生之后火化。啊，还要求常住呢。啊，成全他。啊，当然，那这2个老人呢，也很欢喜，就答应他了。到第二天，他又来了。那什么事情啊？明天就走，赶紧替他准备。啊，还派了几个人助念送他。修无师一生在寺庙里做苦工啊，都是做别人不愿意做的苦劳力的事情啊。啊，他不认识字。啊，他也没有学过经教，啊，是个老实人。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，啊，所以往生的时候，啊，他又没有生病，常住给他搭了一个小棚，啊，里面放一张床，他盘腿坐在上面。几个法师念佛送他往生，啊，这个法师的时候跟修布施讲，哎，他说听说从前许许多多啊，这个欲知实质往生的人，临走的时候都是做几首诗啊，或者是做几个偈子啊，留给我们做纪念呢，啊，就向他请求，修布施说。我是个老粗，啊，没有念过书，不会作诗，也不会作偈子。最后说，不过我有一句老实话，啊，跟大家讲，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留了这么一句话，大家听了他老人家讲的，觉得这个话很踏实。啊，念到不到1刻钟，他就走了。啊，过了几天，德界和尚来了，啊，地贤老和尚来大家把这个事情向他老人家报告，地老非常赞叹呐。啊，地贤老和尚。是近代天台宗的祖师，啊，念佛也是往生的。念佛走的那个瑞相，没有修无师那么潇洒了，那么自在。所以，我常常讲，啊，我讲的是实话。弘法的人呐，修福啊，啊，修福利他了，讲经说法利他了，啊，护法的人呢是羞耻啊，真用功啊，往往成就呢，护法超过弘法。啊，我们从历史上看，
从近代你去看。所以我常讲，这个讲都是有根据的。护法是佛菩萨，弘法是初学。我们今天道场为什么遇到这么多困难呢？护法的不是佛菩萨，不懂得怎么护持舍人，不懂得。那么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外行护持内行，问题就出来了。学习佛法的人不能成就，护法的人的时候造罪孽无量，真的是两边都失败了。所以从前护法多半是什么呢？这讲经的老和尚到年岁大了，这个学生提起来了。他当护法，带领着一批护持道场的人。我是很想退下来做护法，《华严经》没人讲啊。你们哪一个发心来讲这部经，我来伺候你们呢？我来为你们服务啊！所以你看看修布斯，全心全力照顾，一生照顾大众，为大众服务。他的成就都是什么？他的功夫在哪里用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真的万缘放下了，这是成功的基本条件了。他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因为人，他没有长处。一点傲慢习气都没有，无论对什么人，恭恭敬敬，自己谦虚卑下，平常你跟他相处，你会感觉他自卑感很重，好像处处都不如人，表现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二六十中不间断的，这样成功的所以如果说是没有功夫修行，那你完全不懂得佛法，你也不懂得什么叫修行。无论做什么工作，粗活也好，细活也好。心里头，阿弥陀佛不讲不断了。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五欲六尘呢，没有贪嗔痴慢呢，他怎么不成功呢？当然成功啊！不但成功，成功的高啊！地老法师还有一个徒弟郭漏将，我们讲过很多次，大家都很熟悉郭漏将往生站着走的，那欲知时知啊。往生之后，站了3天，等地仙老法师替他办后事，
啊，那是地仙老哈剃度的弟子，啊，也是不认识字，一句阿弥陀佛念了3年多，啊，不到4年，他成功了，啊，老和尚提的办后事赞叹他了，啊，说道：天下丛林的主席，啊，就是什么呢？丛林里头的方丈啊。不如你呀、啊！讲经说法的法师也不如你呀、啊！你真成功了。啊，所以过去李老师教导我们，啊，我们这一批跟着学讲经的，讲经。如果不能够随文入观，讲经是修福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啊，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你要懂啊。随文入观呢，随到经文所讲的。自己入境界，那行，那是修行，那个是自心化他，自他两立呀。啊，如果讲的，好像经上讲的与自己毫不相关，啊，只是我把释迦牟尼佛的话讲给你们听听。啊，自己没入这个境界，这就是修福。讲经是修福，啊，不是修慧，你开不了智慧。啊，不是讲经不能修行，不是讲经不能证果，啊，讲经修行证果的人也很多，啊，问题是你会不会呀？会的人，他入境界。啊，不会的人呢，只止于文字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悟处啊。怎么讲法呢？那就得准备呀，找参考资料啊。初学那是要这样做法，啊，初学你没有充分准备，你要不找参考资料，你怎么讲法？啊，初学这是一定必须经过的阶段，啊，但是你总不能说一生都脱不了这个最初阶段，那你就错了，所以要学。啊，学习最大的障碍就是放不下，所以要放下。啊，不断的放下。啊，你一定要晓得，菩萨从初发心，一直到成佛，修什么呢？放下而已呀。等觉菩萨还要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放下，才能证得圆满菩提。啊，他要不肯放下，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他就没份呐。所以，只要你放不下了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尤其讲经的法师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跟大众要接触啊，他不是在深山里面啊，在极静处修行，他不是，他要接触大众，接触大众，
围绕着周，就是明文立阳，物欲六尘。啊，所以讲经法师成就难啊！啊，这个东西天天围绕着你，你能不动心吗？啊，这个时候要什么呢？忍。啊，那个忍辱波罗蜜啊，就在这里起作用了。啊，在这里看你功夫了，样样都能忍。啊，对于世间人认为是圣事、好事，绝对没有羡慕的心，啊，没有这个念头。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这真功夫啊！啊，不如意的事情，一切人事物，啊，你能忍，不起嗔恚心。不起厌恶心，这个是讲经法师其如境界关键的所在啊！啊，有丝毫。贪嗔的念头，你就不能成就了，你就堕落了。啊，不如一般修行人，一般修行人接触的面没这么大。啊，如果你讲经讲得好，啊，跟大众语言殊胜。那这些东西围绕在你的周边，啊，就非常非常之多啊。啊，那么这些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的受用，都是世间人贪爱的，啊，都是世间人追求的，啊，现代人。不择手段的求得，你能不动心吗？这个是忍辱波罗蜜的成就。啊，你处理周边一切事物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。啊，我们现在人讲客观，啊，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用真诚心，对一切人事物，这个里头，善巧方便就看出来了。啊，为什么叫别人？信任你的，啊，这心服口服呢，总不外四摄法，啊，以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落实在四摄法里头，啊，念念呢，不是为我想，是为他想啊。这是你能感人之处啊！
为自己想，你是自私自利呀！啊，说得再好，你心虚，你心不踏实。换一句话，你虚伪，你不是真诚。啊，那个世间稍稍有学问的人，有学问的人心是静的。啊，没有学问的人呢，心是浮躁的。哎，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，一眼就看穿了。啊，这个人说话不老实。啊，这个人说话言不由衷。啊，不是真心的，一眼就看穿了。啊，看穿什么？对你笑笑。绝对不会说穿。为什么呢？说穿就跟你结冤仇了。啊，世间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，都懂得了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会跟你结冤仇的。哎，跟你笑笑，很客气。我往年在台中亲近李老师10年，啊，我看他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凡是言不由衷的，老师对他都特别客气。啊，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。不但对面没有，背后也没有。啊，当然也不会有一句赞叹他的话。啊，我们看得多啊，学到了。这个就是古大德讲的实学啊，这个就是善巧方便。那个人说话从内心里头，肺腑之言，这诚诚恳恳啊。那我们看老师对这种人赞叹啊，常常提出来勉励我们啊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教导我们要向他学习。这个生活，正受高度艺术啊，方先生讲的最高的享受啊，我们从善友那个地方。你仔细观察，你就发现了，你就看出来了。啊，我们亲眼看到的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，不是短时间的，我看他10年了，不是装的。啊，装扮哪能装那么长的时间呢？完全出之于自然，这是忍辱方便。啊，故能严净无边刹了。这是庄严佛净土啊！啊，用什么庄严呢？你看看。正解、忍辱方便，啊，
我们天天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，我们用什么功德？啊，菩萨在此地用的圣洁、忍辱、方便，它真的是功德。啊，这个功德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不舍。庄严佛国土啊，庄严佛净土啊！现在时间到了。